皆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我大家君ももです。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陈柏勋。大家给我看到刚刚的画面吧，东西真的很大的。那看这个截图了。先把亮度调亮一点好了。我不会把这段剪掉。截图。好了，那我们这次的货呢是重货啦，那我们要送去哪里呢？好，货物名称叫做工业用冷凝器，然后尺寸12×5.4×4.6，工作收入是。16491，哦，送中货真的是蛮远的，然后时间又长，幸好中间有管制啊。然后这次中货，哇塞，手机来送货，哇，第一次啊。那我们就来开始我们的运动了嘛，我们开启我们的工作端。走喽！哎，就感觉很像 BJK 的送货呢。对，我有说过嘛，我要来开一个。来开分镜。我开这种的一定要像我开用这种，或者是6×2、4×2或6×2的。好，刚才你们看到那个样子啊，上面跑出一个讯息啊。这距离真的拉很大，都要先吃到对面。喂，无力，啊，惨啊，无力，哎呀，无力，十四，还一个人选15，15，14，15，15，15，15，16 ，OK， 还是有利的嘛，辜负你的期望。前方的护送车辆正在警示前面其他车 ，OK， 要拉大一点。好啦，也没大了。方向盘能打到底 ，OK。哇，升中后应该先拉大一下那个转弯半径的。
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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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来再来再来再中中国真的是会觉得很无聊，很想会很想睡啊。其实我欧卡都开习惯了，干嘛睡啊？嗯，感觉快变老司机了。拖货，我卡车我不喜欢用那十二速，喜欢六速的，因为六速挡车比较好开啊。你现在好顺。出这个桥，嗯，不错哦。啊，靠得近，靠得近。哎。12×5.4×4.6的，哇塞，这蛮大的，蛮长，蛮宽的。但这种就算重货，然后小小的前导车。前面下就要到尖顶处，其实大部分送这种重货好像都不会送那么远的，因为我看过 Best Job Temple 有拍过。尖顶处让那个前导车先切出来，前面就要下交流道了。哎，等到这我怕顶无，跟那无呢？等到这跟那无没有打方向灯哦。我这个又外接滑轮是我的邓丽耶，因为我这个是用外接的，所以才看你们看的时候才比较顺，就是感觉我操控看起来比较顺。183公里，两个小时。
你们现在会听到比较大声的，因为我自己本身会刚刚有开冷气啦，所以冷气声音比较大。冷气也老了，也老差不多了。啊，目前还是正在找干爹中啊，只是目前有人送我欧卡，欧卡北欧 DLC 啊，感谢，就是在这里再次感谢我们的郭先生果赞助我们的。本台欧卡北欧 DLC 啊，超棒的！还要感谢本集也是要感谢小杰啊，赞助借了我在这个账号，他的那个账号，然后让我可以拍这个欧卡单机送货 1.31 的单机送货啦，啊，也是感谢大家，也是感谢小杰跟郭仙的赞助。还有也感谢 GTA 台湾假大队赞助了我德国女巴啊，是感谢他啦。我最近也开始已经开了我的 Twitch， 那有一次的直播呢，就是电脑的 Oka 直播。也不算是欧卡了，就算是 GTA 直播吧。那时候 GTA 直播有试试看双直播，然后用人 Twitch 他的那个 Studio OBS， 啊，用蛮不错的。只是聊天是带大家强，他没办法去背，他需要用那个 Steam Rabbit， 然后的聊天室来用。然后他有一个很奇怪一点，就是 Team Labor 的退取观看人数，他不会显示出来，他只显示 YouTube 的，好奇怪。而且我发现到我有一，好像是最近吧，我录音当天的最近，我没想到居然啊，有到11人来看过嘞。哦，十人观看成就达成，欸，其实早就十人观看都达成了，应该算啦，是已经早达成的了。还有谁？那我们直播来看下一次，可不可以到了15人以上啦？其实是有了，只是比较分开而已，好像也是有一次啊，然后最后就没有了。那算那但那次不算，我是希望这次可以多一点来看啦，是吧 ？OK， 一样子走嘛。让他扒一下。其实他们是 NPC 无感，但是要扒一下，感谢他们呢。哎呦，感觉声音有点卡到了，现在1小时了，快到了。工作会关掉，就知道是工作的人，看。说可以零的100%，可恶，99%了，扣了一把，
还有多久？我快到了。已经是十位数了，开一次。关掉了，还是一样很卡。看来录多久了。十七分钟了。因为有交通管制的关系嘛，也不用管红绿灯。我一张的呢，我大一张的，又带一个的，哎咻，哎有啦，妞她要打灯了，我误会你了。剩下55公里，感谢。但是这种比较难爬坡的，都一档上去的了。那我要是用自排嘛，啊自排这样一档，自己这样一档就好了。有力哦，有力哦，42最有力了。哎呦喂啊！啊，差几次啊都不弄掉啊！哦，现在我都已经到那么前面了，先看一下，警示一下。哎呦，你要行不？要做咩？喂，无请啦！跟过来了，后面是安准，看下去，后面有一台啦，有啦，后面还有一台啦。想干嘛？想干嘛？还想吃？还想抄啊？有重货你还想抄啊？我的那个工作灯我时不时会开一下，因为大部分一些地方会有点卡，所以我就会先关掉。那现在这样，我再99%就好了，不要100%，100%是可以啊，只是现在已经扣1%了，99%，先99%。
啊，油这样半桶，纯不烫啊。哎呀，就是爸爸啊！所以爸爸就求求了。哎呀，啊天哪，啊天哪！缺角了，呵呵，现在98%了，现在98%。哎，小内是刚那个没中，那就99%，至少90几了，90几都还 OK 了。要到了。你听到那个那一啪的音吗？就是因为我脚张给我蚂蚁。哦，好烦。还是要等。哎，不用等啦、啊。好棒。阿姆斯特丹。啊，对，我刚才忘记说我们目的是哪里了。目的是阿姆斯特丹。啊，每次都在说阿布阿布。大家都在说阿布。阿公的阿布就在这啦，阿姆斯特丹啦，阿布希特丹啦，倒位，倒一个。哦，外口哦，哦，幸好不是内底，门是内底就好啊。哦，这个货场哦，这个货场比较小了，所以它让我们停外面。往前点，往前点。音乐关掉。快，嘿。好啦，我们这中货呢就送到这里啦，就到这里结束啦。哎、欸，扣了，哦，2.38%，还好啦，没有扣很多。然后战斗多少？14.4，14961，至少有赚到了。好啦，那我们这次中货呢就送到这里啦。喜欢呢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、留言。那。每十个赞就会再录一集。那我的这一部是刚录完第一集，然后刚刚马上来录的，可以来备份嘛，然后就可以剪好了，就可以先上传，然后先存着，在 YouTube 上存着，然后你们就直接放那什么公开了，然后给你们直接看。好啦，那我们这一次呢，送货呢，其实现在录多久了？我26，跟第一集录的差不多。好啦，那我们中后呢就说到这里咯。喜欢就按赞加订阅加分享以及留言。那我们的下一次的欧卡单机生活见咯，大家拜拜。